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洪东彪，是2021年泰雅度假村的驻村艺术家。我比较强调的不是与世隔绝的那样的景，那与世隔绝的景好像不存在人间，它是仙境。我觉得中国是比较讲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。我自己画的景，我常常会这样去思考，这个景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我到野外去会看到的风景，那在现实生活中我可以亲近的，那亲近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有一条路可以走进去，那是人间的境界。虽然它像仙境一样，但是人是可以亲近的。